彰化市平和国小曲棍球队代表队将在5月23日赴美参加2019年美国加州杯国际曲棍球分龄锦标赛。县长王惠美17日特别前往受旗，为教练及代表队选手加油打气。选手们大力挥舞旗帜，展现勇夺冠军三连霸的决心。平和国小曲棍球队是山水的好队，怎么说呢？第一个是汗水，第二个是泪水。他们要能够出去，就像沈心凌讲的，一件简单的代志，这金固的不简单。你看他们的技巧。那第三个水，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口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去比赛上场的时候，他们都要咬着牙套，含着口水，含着口水告诉我们，要认真做事情，不能够太多话，发挥团队合作的精神。这个就是我们平和国小的全人教育。2017、2018拿冠军，今年应该有过去参加赛事的一个经验，那应该也会没有问题了哈。那我想也期许我们所有的小朋友哈。过去大家这么努力的练习，就是为了这个冠军哦。那也难得有这个机会出去到国外，那看看别的国家，观摩别的国家，一起在合作学习。我相信增加这个国际赛事，也让你自己更有国际观哦。平和国小曲棍球队已成立30年，曾勇夺全国中正杯、协会杯、理事长杯各组冠军。今年是第三次参加美国加州杯国际曲棍球分龄锦标赛，挑战三连霸冠军赛。县长鼓励选手勇于挑战自我，超越自我，勇夺冠军。公益频道赖清龙彰化采访报道。